是可以的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人在花坛的虎山岩，然后花坛虎山岩的后面后山有许多的梨花，然后已经种了四年，然后今年才特别特别的漂亮的开花，之前来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美，所以这边的花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而且上面现在目前有一个景观台，可以从旁边的小路这边一直走过去，可以看到许多人都来这边赏花哦，真的非常非常漂亮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输梅花。如果有到花坛虎山岩的朋友们，千万一定要来这个景点哦。好，我们最后就在漂亮的梨花的状态下面跟大家说再见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要记得订阅七七十多鱼的影片 vlog， 然后会有非常多新的影片，大家记得订阅哦。要跟大家说拜拜。